宝宝会了啦齁，那就这样子嘛齁。你这个第一个就是系统就是十嘛，受力就是重力嘛，对不对？这边是五嘛，这边是三，所以重是二，那就2公斤乘以这个9.8倍牛顿，全系统是十，所以 A 是1.96，这边往下哦，要记得哦齁，这加速度是往这边下。那你看你这个 AB 这个 AB 之间的拉力齁，就有一个拉力就是往上拉嘛，这个拉力什么东西？我们叫它 T1。那你看这个东西哈，它是五还是往下？它受两个力嘛，一个是往下的重力，一个是往上的拉力，所以它合力是这个。啊，五还是以这个速度往下嘛，所以 T1 算出来，这个一项算出来就是39.2啊。啊，这个 C 比较难呢、啊、，C 哦，你看它是重力，那、啊、拉力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所以它的受力也是3×9.8牛顿减掉 T1， 重力减掉这个，在这个 T1 比较大，这 T1 是拉力是超过它的那个，所以它算出来那个是负的，是3公斤往上的重力加速度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 T2 比那个重力大，那算出来呢就是35.28。你那个老师觉得是公式的，那个公式宝宝不知道怎么弄，那个不知道有什么怪招，但是我想了很久，用这一招是对的。